阿米有调查他的日本男生朋友吗？男生朋友不管到多老，就像我男朋友已经很老了，他们还是要一个妈妈。他真的是要一个妈妈呀，老妈。所以他才会，他其实常常传简讯来要饭，那是一个妈妈，我的饭呢？妈妈，我肚子饿，为什么我没有饭？反正就是家事啦，然后吃饭什么，就是都要帮他弄好。对，他就会觉得他有妈妈很开心。而且潘三月其实回娘家的时候，因为他如果在我家，就是把袜子脱了就直接放在那边，一定会被骂。嗯，然后所以他就是看弟弟这样，他就觉得有点不爽，就帮忙收了一下。然后他妈妈就非常称赞他，说：“天哪，你竟然这么的细心，这么的会做家事。”然后我就想，什么拿袜子做家事？你自己的袜子拿自己收袜子？对啊，反正自己东西自己收。但是就是这样，就是他其实就是连这种事情都不用做。袜子真的是日本男生不拿去洗衣篮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前夫是全部都放地上了，我真的没有放。然后，我男朋友他其实是一个很自律的人了，但是他袜子也会稍微放在那边一阵子才会自己拿去。他们很不知道为什么很懒得拿袜子。你今天不想教，跟你觉得你这样就很好，跟你真的很有，你很多人追你是很挑，不在此限哦。想教教不到的话也是有的。现在好呀，啥嘞带？没有，我觉得那个就是你自我评价跟他我评价有太大的差异。而且你这个想要对日本人有这个要求，基本上就是一件日本不太会真的。那你就是不太了解日本人。也对啦，日本基本上第一个他不会因为你长得很好看就。怎么样？对，他不会因为这样另眼相看。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周围的朋友就交得到的都是不一定是大家觉得的美女，对，好不好？这样讲，但是他们都大家觉得漂亮的女生，个性蛮好的。哦，对啦，对，配合度比较高啊。对，个性在日本人眼中很重要，个性是的确蛮重要的。对，可是台湾不是啊，台湾就是男生他就会觉得他只要女生正，所以公主病根本就是男生宠出来的。台湾女生很重视女生的身材。我昨天跟一个朋友见面，然后她身材超级无敌爆好，但是我刚刚去试穿，她穿日本的服装的 S 号，然后腰围还会空一圈，瑜伽的 pose 做到下焦那种。我说你身材也太好了吧？然后她说啊，可是我老公说我的屁股好像还是要再更严格哦。这根本就不是人话。对啊，而且也是跟我们同样年纪的哦。大家都在发福，你年纪你这样，没有他就是他是一般，他不是要去对马特干嘛懂吗？他也没有要选美嘛，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主妇。那干嘛这么严格啊？对啊，但是台湾日本男生真的比较不会看上他们看的是一个那个氛围。对啊，整体他是一个那个好像亚莎秀跟伊洛克有点色感闷闷闷闷，有一个气息。最爱的谁？米多安娜，米多安娜我拿出来给大家看，很经典，她非常经典的日本男生特爱女生，但是台湾可能会觉得她的脸没有很浓的妆，可是又有整理自己这样。对，然后但她又高冷开朗啊，又超开朗，对，她又开朗又这样，然后肉肉的，然后所以她个性蛮可爱，好想跟她交往。她就跟一个帅哥，对，她就跟帅哥结婚了。台湾你是那种摆出去大家会一直说你很正很正，然后你就说在日本大家应该也要这样吹捧我的话，那你很容易就让人家觉得说这个女的为什么一副好像我要捧你的样子，而且你可能反而让人家觉得有距离感吧。对啊，然后或者什么应该要他来找我什么的。我觉得日本男生很害怕距离感这件事情，对，他们不敢去撞破那个墙。对，他们讲的是一件他们不想就是要看起来很好，就是表现一副超级对他有兴趣的样子，超级 friendly， 他就觉得哇很好亲近，怎么这么感觉好像可以可以干嘛，绝情芳泽的感觉。对，但如果你那种台湾正妹不是有时候会冷冷的，对啊，對，或者有个气，那样就不行，他们会很害怕啊，你谁啊？对，他就不会主动来亲近你，真的。他真的在来了，你再拒绝也没。对，没错，没错，没错。你一直摆出一副看起来好像我真的很正的样子的话，你要来追我的那种感觉吗？退避三舍，觉得我是谁这样子？
那种 Instagram 自拍超多的女生，我觉得是不行，完全不行。她说：“天啊，看起来好像很麻烦啊，而且很多都会，就是身材很好什么的，很会拍广美照，还蛮多的。”那种不行，对。基本上你太常跟 SNS， 对她来说就是一个好像很喜欢，很喜欢主张自己，对。对就是你不能看起来太喜欢主张，让他们只是让他们觉得有点就是很难。我们都跟超慢啊，我们都基本没在跟啊。我真的要苦口婆心，今天来日本，然后你真的觉得你自己为什么交不到，你很烦恼，想交交不到你。你听我说一句，虽然我的恋爱经验很少，但我真的觉得我在日本还蛮吃得开的，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让我们来跟你们分析一下，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讲，我真的要跟大家讲，我觉得我长得也还好而已。所以明明我就长得也还好，但是如果能够得到大家喜欢，不是很开心吗？身材跟脸蛋都不要太在意了嘛，所以你只需要在意三点：第一个，不要忘了自己是女的。就是你不要大拉拉，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坐这样。哦，对啊。对，因为我们一直要保持一个 queen 一个姿态，要吊男生胃口，你要跟他玩游戏。你要愿意跟他玩游戏，这样他就会比较开心。很简单，忽冷忽热嘛。捉毛病，一下不是，有点神秘。哦哦，好像有点很引人兴致哎。比如说，你一定找得到。哦，对啊。对啊，一约就出来、啊你。你一定会马上回他，那他就会觉得哦，好像有点无趣、啊。得到了，得到了，就很好追的感觉嘛。对对对。大绝招就是看起来好上，实际上不了。亚雷索的呀，我本人也是看起来很亚雷索，我常被说的是弯香阿里索。因为你都穿的这么的开放，对不对？我就感觉是阿里索，而且我真的是，我只要跟男生出去，我会很注意，我一定有一个东西露出来，爱露。对，或者是我一定编法编得很认真，然后让他在我看到我的背后的时候会说啊，今天他好像有用心打扮，真的约出去，对，约出去，然后要上我的时候，我就会忽然的轻巧的不见，躲开。像我最近跟那个出去，然后我觉得好无聊、哦，所以当他说哎、欸，你去开口锅的锅锅，然后我就说 Q 来，你讲你是干。我就走回来，不想续拖了，太无聊了，太累了。那他说跟我去吃那个居酒屋，是他美梦成真，什么东西啊？然后梦也太……然后说什么什么，他就很羡慕我男朋友。对，然后我就觉得好无聊哦。而且水他穿的衣服也很色啊，对啊，通常都是水超级无敌色的，色到一个不行。哪有你才色好不好？而且你好像忘了讲一个，就是还有那个幽默感哦，对对对，幽默感我觉得非常重要。我觉得幽默感其实还好，就因为有些女生是真的不怎么幽默的，要好聊天。好聊天，然后因为我每次去爸都很受欢迎，然后你就说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因为你很美，因为我很会喝。第一个是哦，对，因为很会喝。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其实我觉得不管他们在聊什么，我都有办法跟他聊。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啊、对对对对对，这个我也是，这个我也是。我那天跟你们就是寿司前面去的那间那个、就是很好，他就是我就上周连三个人最后目送，我说一定要下，立马变好了，对，爱上阿米，秒变好了，啊、秒变好聊了，好聊真的很简单。对啦，我跟比如说同事啊，跟一些出去也是，他们为什么会再约我，再约我，就是因为他们也是讲什么我都可以直接这样跟上他们，就是你好约。好约又不随便爽约，然后又好聊，就是跟你吃顿饭会觉得还蛮有趣的，这样下次就会再找你。你干嘛一直看？我就觉得他越来越下来，这个没有啊，可以再下来一点了。没有，我下面有穿，没有露点就好了。我知道你下面有穿，对啊，不会露点，就是这样。嗯，有没有觉得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好，拜拜，拜拜。拜拜，冰水今天穿洞洞装哦，对啊，色不色？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因为其实呢，我们频道时不时啦，因为也没有很红，所以就只有时不时会出这些偶尔令人无语的留言，然后通常我们都没有回他，就是放在那边不管。对，但因为其实真的有一些蛮有趣的，想说在会员区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就是真的世界上很多一些奇葩。